kind of like creating a legacy if you can make it to the top four here at Worlds, because no other NA team has ever done it, and no one really thinks highly of NA at Worlds because it's always the Koreans and the Chinese teams that are very dominant. So if we could like finally show it and just take them down and make it to semifinals, I think it would be really big for NA and for us specifically. 在 S7 在中国如果能走得越远的话，这会对我们中国的粉丝以及我们的 LPL 添上浓重的一笔，就希望能把这个冠军能留在自己的国家，能留在 LPL。巨魔在前期的作战能力一两级的时候是数一数二的强啊，对的。哎，晕到了，落在大半场跳空。本这发 W 是空掉了，所以这波换血还在等血过来。就是我们世界赛之前做了很多数据，当时数据里有一项特别有意思，就大家平时可能忽略，就是水龙对线期拿到强，不是强在回血，是强在回蓝。大招过来封住路。没有封死，这边的一个大招很肉，这边闪现躲过，还有一个，但是康尼一个挑起来，这边是没有闪现的一个 impact， 好，直接一口吃掉，这样九五七在前期的劣势完全得到了缓解。是的，而且像巨魔这个英雄的话，就是死一次交了闪，那其实再想杀他就没有这么难了。来看一下柱子。顶断了一部分的石板，交闪躲岩突，但是下面立刻有一个皇子跟上。经验还是比较老道的，你打这种秀，他基本上在每一波没事做的时候总能偷到一些东西。哎，这边是一个六级打五级，一个一颗直接跳起来 ，Complex， 你是要走啊？这里打断了这个爆炸果实，这一下 W Mystic 没有失误，在对知道对方肯定要闪现打爆炸果实，他说喜欢逮了一波，逮了一波，是的，是的。可以，那我等会儿就夸夸他。看一下这波 Q 过来 ，Mystic 第一时间先把你要打的这个果子打掉。比较好的状态吧，这一次世界赛西野的状态真的很好。康迪这边一个岩突没有突到，但是康迪不上了，不上了。康帅在身后过来打一套康迪，他这边 EQ 还在手里，可以出手大招动，动的是西野，大招拉回来，有治疗术交闪了。是，但伤害是不够的。这边康杰克斯是没有闪现的，但是有一个治疗岩突顶住，还是被带走了。这不有点装了呀？这个猪哥有点装了。没有大节奏，可以靠这个残血防御塔可以打的，对的。但是九五七现在没有 TP， 需要等一下九五七的 TP。至少这个黄雀加岩雀可以加黄子，对，可以给到现在他们上路其实很大的压力。这边又是 Complex 被一个 EQ 挑起，没抬到这一波，大招拉了康帝一个闪现，巨魔交了自己的 TP， 这波 TP 落下来吗？不落，在就是不做事在很大一步，无敌一份程度上也能够帮下路缓解压力。到倒钩收一下，耗到了血，这个大招换的是值的。小鬼旋风可以拿来推中塔。哎，上路想要打 SDK 好像迷路了，这个位置一个沉默之后踩一脚直接要吃，但是被大招躲过，没事，不过还是没有办法。这样 SDK 被击杀，咱们应该是可以顺利的拿下峡谷先锋，以一个闪现没疯子。来看一下刚才这波抓 SDK， 首先开启的是正义荣耀，过去被 RW 加沉默，对，一个沉默，这里是一口被他的漫天羽翼是取消掉了释放，有点迷茫，不像前面两把有优势，节奏很快，丢大治疗侧面给顶了一下，但还是收掉了，落的帮助并没能救下皇子，还是人比较齐吧，我觉得这一波是装备，对的，直接出十项鬼石斑甲，这波其实闪现摁出来就跑了。Impact 这个时候进入了一个不管上单的阶段，这次打个闪现，我也换了一个落的，但是大嘴的伤害很高，有点挡不住他们。大嘴，再弹回来，没有弹到。Snake 回身想做反打，但是看了一眼远端的 Mystic， 只好撤回一塔了。这一波又给这次敌神都没反过来，来看一下这一波大嘴的伤害，首先是。圣诞农场逼了一个闪现，
然后反手背也交了，背也交了闪现。然后这里朱女士死的最莫名其妙的，我怎么就死了？宝石骑士开大招，但是没上来，石野直接闪现上来，在宝石骑士大招下来之前，第九的两个 C 位现在只出到一剑半，他们至少还需要十分钟左右的发育空间。对的。闪现大，直接盖住银坑回去进场，岩雀一踩扑了下来，直接是秒掉宝石加他们的发条魔灵，这边大虫子一个才一口吃掉 CK， 大龙有了，大龙正好刷新二十分钟，加上有一个香炉怪大锤，这波大龙 W 是势在必得，再放个闪直接分钟塔，休息大节奏。这一波西野一个人在中路推兵线，继续去配合这个峡谷巅峰拿中塔。哇，真的一定要拿到这种我们能握有主动权的阵容，这样二十分钟大龙到手，康帝的这波机会可以说拿到了自己的。来看一下这波，康帝很果断，闪现大招做住，两个没闪现，一个一个插出来，岩雀扑的这一套伤害也非常的及时，加上 mistake 的进场，这一波配合真的是非常完美。又是一个 W 闪，第一次踩起一下，两下，吃一口，吃一口，配合。的双重控制，卢伟的大招也浪费了，卢伟的大招好了，对方所有人，康帝自己开始分，直接滚石半奖扛伤害，但康帝的血量掉得很快，大招拉回康帝，康帝这边还没有死，大嘴的特别输出非常高，康帝先走了，大嘴说过去大波都砸一下，被治疗加了速度以后没有命中，大嘴回来就算有宝石的大招，但已经拿到手，不停的找机会开团拿资源。来看一下这波，岩雀封住路口之后 ，C 九自知没法防御这座康帝塔，这时候康帝在防御塔落下的一瞬间，一个 EQ 穿刺接大招定住后排两人，大虫子一个踩起来，宝石大招降下来没有关系，大嘴在侧面没有输出，这个时候开启 W 疯狂一顿射，然后奋跟上一个 RW 把对方的双 C 全部都被握住，也是让已经是把对方的下路二塔也给推掉了，来直接封路，关不了，两四个人来不了，过不来，很气，康川的交 Q 过来被石川灌了一套，出皮给磨掉了，但防御塔也开始撑不住了，这波 C 九想开团，想开团，前后撤一下，直接开启大招 ，Mystic 的位置有点尴尬，被拉到了 ，Mystic 被秒了。王子交了个闪现出来 ，Mystic 一倒，这边团战没得打了。发条拿到双杀，九五七被冰在人群当中，人头由巨魔拿下来。这个是有出来打的机会的，但是下一波需要谨慎一点了，因为发条魔灵这一波拿了两个人头。哇，这个大招！在这里其实是应该是宝石的一技能结束了，其实是可以闪现的。后面被猪妹又冰了一下，但只要被拉住，其实就没了。是的。因为虽然现在大嘴输的大招都没有了，对的，这波没大招，自己要怎么接这个龙团 ？W 应该是要准备进去先开龙，把你逼过来。是的，想蹲一下，想蹲一下，蓝色视频照出来了。哎，雷锋直接开到大神的天才，摧枯拉朽，这是没有办法去防守的一波团战，但没有办法正面招架。对，三个人，这波道光也拉到三个人 ，W 的后面残了，这波不能打了，要撤了。九五七的血量，大嘴的血量很大，九五七直接被收了。巨魔把他给打死了，但是这个时候大嘴因为没撞他，也不能第一时间回到战场。这战装已经要出来了，来看一下这波落的R闪 W 过墙开，但是被先生第一时间闪现拉开，而且后面没有人能跟上。对，主要是没法跟上。没法跟上很多的伤害，就 Sneaky 的暴风雨衣加上 Jensen 的闪现，哎，下面打起来了，看一下大龙，岩雀封好路了，大龙这个时候还在打，怎么说岩雀的路消失了，要先撤，这波要先撤。哇，这里大嘴的伤害很高，直接喷反了一半的，没拉起四个人，喷没有死，给到了香炉，可以，王子打三个，大嘴还在输出，但是 Impact 很肉很肉。不过这边的后排一直顶不住前排的九五七跟康帝了。杰森这个时候走钢丝走了太多波，终于有一波大招只拉到了辅助，没办法，不可能每波钢丝都让你走过去。这波要强打了，要看一下能不能够。虫子有大招，问题不大。康创这边很难创造奇迹，一个 Q 闪回来，但是你这个闪现回来，感觉也是有点骗自己啊。这里再想走就很难了。对的，这个闪现回来被去绕下面了。拼一下，九五七这边还在去跟着，好一个一技能开启踩住，打不了，最后带走，这里也是拉开身位没被拉到，对对的，
主要是看这波小狗的这个这只小狗的走位啊，这个克格莫的走位，他走了一步没有被大招拉到，太关键了。如果被冲击波的边缘卷进去，有可能又要被面又要面临被秒，因为这个八条已经三零，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但是这波 C 九三打团很苛刻条件，靠一套康帝大招冻住康帝，保持无敌给直接上保持无敌，这边康帝大招进场，大招的无敌结束，开始疯狂输出，这大招还捏在手里吗？没有，刚才放掉没有拉到，剩下双 C 加 Impact 的三路应该是彻底失守，打对高歌猛进，而且 CK 这个时候被摸了一套，血量也不好，应该是有救过一波的，还有一个门牙已经被超级兵打掉了一个门牙了，柱子卡一下，这一段开起来刀就闪过来，一踩没有踩到人，但是不过也是为暴露在外面有拔掉门牙争取了时间，这一刀开始刀就疯狂输出，打到三个人2-0，哇，真的是要把主动权拿在自己手里。对，这一把成功搬到了最后一局的这个决胜局。对的，比赛是当对手越发的了解你、研究透你的时候，自己必须要做出辩证。我们真的要为他们的转变能力为之赞扬，真的这样打得太漂亮。但是我们也要期待今天最终的决胜局，两边现在都拿到了两分。一个能够变化的队伍，是的，他总是幸运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期待最终的决胜。